我们在1930-40年代，我们称上海市称之为上海滩。哎，没错，这个上海滩的特色就是它的万国建筑啦。那它代表过去的繁荣景象哦。那你知道，只要在上海滩拥有一块土地，代表什么意思吗？有土是有财，那一定是代表很有钱的意思啊。没有错，就是要当有钱人啦。对，下一次来自中国，依旧有中国味道的古风。那让你们带领你们来到我们1930的老上海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欢迎中国上海陶美之乱，欢迎。尽管我分土尘。